家人们啊，真的太卷了！你们吃过一块多一碗的大桶泡面吗？这个呢是志凡家的大桶泡面啊，厂家呢是24.9，给大家发整整12桶。但是老弟呢还有3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啊，咱聚二后啊，直接21.9，到处是整整12桶啊。这个呢是志凡家的清真桶装泡面啊，而且呢是关明老师代言的啊，咱现场拆一桶看一下里面的量啊。这是香辣的啊，而且呢还有红烧的，还有那个泡椒的，还有酸菜的。里面呢是有一个小叉子，一个脱水蔬菜，还有一个酱包，还有一个料包啊，还有一个面饼。看一下这个面饼的量啊，中规中矩啊，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啊，它也不像那种小碗的泡面一样啊那么少。咱去泡一下啊，家人们啊，泡好了，刚打开这个盖子啊，就是浓浓牛肉汤底的味道。好吃。这是香辣牛肉的啊。这个汤底啊特别浓郁。热乎乎的来一碗啊，可爽了。